这是一台微型双缸发动机，其排量为 1584cc。 要制造出这样一台发动机，首先从它的气缸开始，机械臂将气缸放入配有切割工具的车床，切割工具会研磨气缸的金属板条，使其更加突出，这些板条叫做散热片，作用就是帮助发动机散热。然后切割机器会在气缸的中央钻出精确的空间，让发动机零件能完美的装进去。接着是组装曲柄轴，工人对齐连接杆，并将它们套上轴承，再把连接杆和轴承装到曲柄轴上，用机器将所有组件压合在一起，随后升降机抬起曲柄轴组件，将它放置在曲轴箱的下半部，同时自动分配机会在曲轴箱的内缘涂上密封剂，然后把曲轴箱的上半部和下半部结合在一起，并螺栓牢牢固定，再把曲轴箱和曲柄轴组件连接到变速箱上，最后盖上镀铬的外罩。接下来工人把凸轮轴装进曲轴箱中，它的作用是维持气门开启和关闭的时间，然后将活塞装在已经放入曲轴箱的连接杆上，再把最开始打磨好的气缸套在活塞上面。这些是气缸头的铸件，工人会将铸件上漆，并加工成符合气缸的尺寸。接着用螺栓将气缸头与气缸拴在一起，然后装上要插入推杆的管子，用起子将它们装进气缸头，并套上金属外罩固定，再将推杆插进管内。下一步是安装电子燃油喷射系统，它能控制发动机的燃油流量。工人将它装在两个气缸之间，并用特制的支架固定，然后将摇臂盒拴在气缸头上，再给整体组件盖上闪亮的镀铬外罩，接着把滤油器锁到发动机机箱上，并用特殊的扳手固定。现在安装的是电动充电系统，它要装在发动机的曲柄轴上，给它盖好外罩后，就要给这台微型双缸发动机注入燃油，并进行测试。计算机会测试变速箱的每一个档位，确保发动机的各方面性能都能达到标准。最后把火花塞装进气缸头，这些微型双缸发动机就可以安装到摩托车上体验速度与激情了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